来听听郑思维对于2024法国公开赛与德沙组合热度很高的长多拍的解读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球，这个球是法国公开赛巴金斯跟德沙波萨西利的一个108拍的一个超长多拍，这好像是我们在历史的比赛中打的算是最久的一个多拍，108拍。前几拍没抢住，我们先起球。哇，两边扯德塔波，德塔波能力还是非常强的，两边一顿飞。他这么矮一个个子，能两边这么飞。这个球其实没杀好，其实是萨西利被动出来之后，其实想追着萨西利杀，但是杀的太过中路过去一点了，被德塔波摆开了一点点。连续攻他。萨西利的防守我觉得是真的是在女队员里面真的算最顶尖行列的。哇塞，还好这球送回去帮来的。好，整转。这球两个速度其实都有点下降了。Might be a little stretch, but then they fall back. Comfortable pattern. Definitely longer Australia the match. 这球也能养起来。哇！哇！双方都很累。我还没啥尊严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一个轮转。Oh, oh. Oh. Well, our challenge coming, but what? 不是这球都打不死，这还打啥？滑走之前记得点个赞哦。